原标题：紫禁城里的神秘规矩，皇帝从哪个宫门进出是大有学问的。图在进入故宫的四座大门中，东华门是与众不同的，只有非常细心的人才会发现它的门钉只有八行，有别于其他三座门的九行。这一细微的差别在400多年前曾经引发了一场震动朝野的风波。公元1521年3月，明武宗驾崩，武宗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，于是皇太后决定让湖北的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继承皇位。但是朱厚熜行进到北京宣武门外，忽然止步不前了。面对皇帝宝座，朱厚熜究竟有什么疑虑呢？起因在于礼部拟定的继位礼仪，朱厚熜经由东华门入紫禁城，先到文华殿追认皇太子的身份，然后再继承皇位。门钉少了一